说 intro，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问道理，我是洪伟翔律师。今天是一月七号，我们的啊、呃、二场二零二四年的正式直播，多谢读友们的大力支持哦，一下子就越过我们的基本盘了，感激大家，大家记得帮我点赞、分享、subscribe，也希望大家。 可以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看到了哦。呃，让我们这个鸡蛋思维的行动可以传播的更广。谢谢大家。那迪拜行动的后续越演越烈了哦，呃，在我们之前分析，迪拜行动肯定已经是失败了。其实现在你不能再叫它迪拜行动了，因为喜来登行动是什么？在喜来登那边做起了倒政府的行为，那喜来登行动成功了哦，他们呃倒了政府就去喜来登聚会，所以叫喜来登行动。那迪拜行动一开始谣传的，其实。 只是在迪拜岛政府哦，因为阿公我们的最高元首哦，在呃中东，然后伊斯马沙比里也在中东，希山慕丁也在外国，但是是不是去中东不知道，希山慕丁没有上任何的呃贴文哦，啊不像沙比里他们去哪里都有讲啊，所以。 呃，就有传出已经觐见了元首，然后元首已经同意了，只是等他回来来宣布而已。哦，那这一个行为到现在，我们之前已经分析了嘛？啊、哦，我说新年过后一月二号政府还依然会是安华政府，现在一月七号了还依然是安华政府，所以在迪拜不管有没有那个岛政府的行动，这个岛政府的行动都已经失败了。当然。 岛政府的行动是不会停的，他们一直都在谈哦，从十去年的十二月新内阁宣誓哦，到现在一年多了哦。其实岛政府的行为，他们呃国盟要推翻政府的行为，一直都没有停过，一直都在拉人。可是过去一年都没有成功过，原因就算六州州选国盟取得大胜的成绩，尤其是回教党哦，赢下了八十多个席位哦，呃。 可是还是不能够成功倒政府，原因就在于因没有那个呃真正去门多隆，真正去推动他们去换政府的动机。整个政局其实没有起太大的变化，包括沙巴、沙劳越跟呃联合政府哦。最主要其实我组成联合政府的力量在东马，而这个东马是没有任何呃动机给他们来推翻这一个政府。 哦，因为没有太大的争议出现嘛，如果没有太大的争议出现，你都可以给我的，为什么我要呃冒风险来推翻你这个政府，然后拿到一样的东西？还记得我之前有讲金庸的一本小说叫《苏建恩仇录》嘛？苏建恩仇录，陈家洛，红花会的老大，他犯下一个最大的错误，他们要改朝换代嘛，他们要把清朝把满族人赶出。 呃，中国哦，因为他是异族，要有汉人来做政府，恢复到之前明朝的情况。他们犯下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们去找乾隆，跟乾隆讲，陈家洛跟乾隆好有血缘关系哦。呃，那你是汉人，你推翻了满洲，把满洲人赶出去之后，你乾隆还一样是我们的皇帝，你做汉人的皇帝不好吗？可是如果你是乾隆，对方来跟你讲，就算你真的是汉人。 我有什么理由？我现在已经是皇帝了，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哦？冒这个风险去啊、呃，趁合到你的造反行动之中？成功，我也只是皇帝，我什么好处都没有。我现在就是皇帝了，大权在握的皇帝。不成功，一失败，我就完蛋。我不止自己死，我要被抄家灭族，我的孩子啊、呃，我的呃亲人全部都会死亡。 被连根拔起，所以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损益比是不成比例的，我可以得到的东西跟我付出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所以陈呃红花会的这个行动最终是失败的。乾隆出卖了他们哦，乾隆本来答应了，可是回去思考一下啊、呃，带兵来包围他们，差一点导致这个红花会这些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全军覆没。 哦、呃，同样的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沙老院就是副首相，然后呃，安华也一直有安抚沙老院虽然还没有任何实质的行动哦，还没有任何实质，二十八先的石油税也没有拿到，增加呃，给他们三分之一国会议员也还没有，三分之一国会议员是不可能给他们啦、啊。我早早就讲了，最多给你增加国会议员，但是增加国会议员啊、呃，也还没有开始哦，都是在讲罢了，哦，还没有什么实质的行动。但是首相安华呃，包括整个联合政府，他们也很看清这一点，所以在呃。 舆论上都会配合啊，都会尊重你沙老越所以沙老越是最敢讲话的州数啊。呃，沙巴自己四分五裂了，所以他们的呃权力，他们的呃这个嗯、呃、所要带出的东西没有这么明显，不像沙老越沙老越是非常团结哦。行动党在沙老越州选区赢下两席，大家还记得吗？然后最大的反对党啊。 呃，PBS 沙沙拉越团结党现在也支持阿邦就了，就变成整个沙拉越议会只有两席反对党，最大的反对党四席现在也要加入，要解散了哦。这个之前啊、呃，这个政党的时候，我们有邀请他的呃国会议员哦上来，然后去问他，我们就是问他这个问题，结果现在就发生哦，所以他们会讲很多这些要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团结啊。 哦，那你一直在迎合我，现在没有什么理由要我来推翻你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迪拜行动会开出呃给沙劳越做首相的这个课题哦，由你沙劳越 GPS 来委任首相，呃乌统做副首相，我们只要推翻这个政府就可以了哦，这也是他会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嘛，因为沙劳越做首相谁来做？法蒂拉做首相这样。 GPS 的主席阿邦就他只是 Premier，只是沙老叶的总理，要怎么样？我不是等于安插了一个巨大的炸弹在我这一边吗？那阿邦就自己又不能做首相，他不是国会议员，所以其实这一个是呃看起来。 合情合理的东西，但是也导致他不合理的情况哦，就是沙老月没有人选可以做首相哦，啊、呃，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沙老月其实自己也不想要做首相啊，他因为沙老月一直以来都是要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们不要干扰我，你们不要干预我就可以了。你现在给我做首相，等于把我推上去给火烤啊！像曹操，曹操在死之前不久。 呃，关羽死了之后，孙权不是把关羽的头送去给曹操？曹操当时就有讲一句话是什么？孙权小儿是要把我放在火上撩啊！因为他把关羽的头送过去的时候，呃，孙权也有讲啊，你呃，曹操现在啊人心安抚，你已经统一北方了，然后我东吴也愿意称臣啊，那我劝你。 信皇帝位要取代皇帝曹操就讲这个人是要害我的，是一模一样的情况啊。从沙捞月的角度来看，你突然把这个大位给我，政治这样子不稳定哦。我们本来在沙捞月就好好，而且我们也只想待在我们的沙捞月，你却把这个重任交给我们，我们又没有一个适合的人选可以出任，然后要遭受这样子各方的压力啊、哦，所以。 不能够成功的原因就在这里哈，所以迪拜行动已经失败了，现在已经不是迪拜的行动了。可是很多人还是用这个名字，呃，可能是为了方便称呼的原因啦。所以你问我，我是说这两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行为啊。那、呃、你可以说是它的后续，但其实也不算是后续，因为一直都有在商谈合作啊、呃，要怎样去推翻这个政府啊、呃。然后其中一点，现在在迪拜行动之后传出来的，呃。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收到了，很多赌友也问我，但是不是很多人有名单啊？其实我有收到两个名单哦，呃，都是说有一百二十多人支持。第一个名单是一百二十三人，其实就是很简单，七十二个国盟加巫统十一个人，加马华国大党三个，就是四个哦、呃，再加全部沙巴沙劳月的加起来，那就是一百二十三人。 哦，这一个是 r a j a b e t r a 他们所讲、哦、已经有签了，SD 已经要提上去了的。哦、那另外一个版本是一百二十八人哦，另这个另外一个版本是这两天才传出来的，是什么？巫统国政全部都已经支持新政府，就是推倒安华，而还在继续支持安华的只剩下五个人哦，就是 Zahid Khal、Khalid、Nordin Az、Azalina、Ahmad Haslan。 跟桑索那沙拉这五个人罢了，包括帮莫达，其他人全部都呃跑去支持这个政变之后的新政府，哦，所以是一百二十八人。他刚才我说国政是十四人嘛，现在变成二十五三十个，里面有五个是还支持首相安华的，那你还要减去六个，就是从国盟那边跳槽过去啊、呃、这个西盟的哦，但这两个名单。 斩钉截铁，连名字都有了哈。但你问我，很多读者问我，包括啊、呃、我们的 Alex 大哥啊、哦、，Alex 大哥呃发了好几条信息给我，包括些细节也有发给我说，哎，洪律师你怎么看？我的回答都是直接、哦、我不认为啊、呃，现在当下已经成功的原因谈是一定有谈，我一直强调给大家、哦、收到很多消息都有谈，但是。 我不认为可以成功，为什么我直接讲，我不怕错的。哦，第一个原因是拖了这么久，这个名单到现在出来已经接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了哈，一百二十三人的出来已经一个礼拜了，然后一百二十八人也出来了两三天的时间了。哦，政变这个行为是不能拖这么久的、啊。你想一下，阿曼扎希已经知道，诶梧桐剩我们五个还支持首相安华，其他全部跳了。 那阿曼扎希他不会采取行动吗？你讲如果要买人，现在你说去支持国盟的，除非你认为他们是为了原则理念啊，为了原则理念这样子，你是用牛都拉不动的哦。我不要叛国，我不要叛种族，不要叛宗教啊啊！我支持你是因为这个崇高的理想，但这个路线你说乌统这些人有可能？ 啊，因为乌统一直在沉沦，然后乌统拿不到选票，我下一届上大选我可能会输，所以我为了我这个政治理念，我为了民族大团结，我可以跳过去。可是东马沙巴沙劳耶会为了这个理由跟你跳过去吗？不会对不对？啊，所以本身这个拖了酱酒啊，就已经昭示这个名单并不正确。 最主要的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说不是为了理念，那唯一可以让这些人跳槽过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利益嘛。我可以给你更多的利益，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哦。但是这个名单拖了这么久，这个利益，你讲钱也好，你讲权也好，其实谁最有资格给？现在？ 最有资格给的就是安华，就是联合政府，因为他已经是政府了嘛。你不管是木油丁，你不管是西沙·穆丁，他们做的只是承诺。我给你一个承诺，我做了首相之后，我给你做副首相，我给你做部长，我给你多少钱？哦，这些都要等到换政府之后才可以执行。但是安华跟扎希、ah、现在是首相、副首相，他是直接可以给你这个好处的。如果你是沙老约，你是为了利益而要去支持国盟，那。 国盟现在开出这个条件给你、哦，呃，你做副首相，然后给你转这个部门，给你这个资源等等。你作为沙老院你会怎样？先跟安华讲啦，哎，安华，brother，对方给我这样子的 offer，、哦、我不想叛你，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得到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哦，所以安华是时刻都可以给出更高的 offer。如果你讲。 大英跟老马，我在上一场直播新年前就已经讲讲迪拜行动的时候，七亿嘛，现在七亿确切的数字出来，七亿五千万，谣传大印拿出来来收买这些国会议员，七亿听起来很多，对我们个人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大数目，但对政府来讲是小到不能再小的数目。马拉一年，现在马拉。 风口浪尖之上哦，如果你有去 follow 马来同胞的话，为什么？因为很多有钱人送孩子去 M R S M，就是 MARA 的这个技术中学去读。然后呃，r a 的呃一个呃副总监的、啊，他出来讲，他有去询问过这些有钱人驾大车的，为什么你要送孩子来 M S M？然后这个家长讲，我是要给孩子体验辛苦的生活。然后他一讲这一句话，就引起很热烈的讨论。你讲干话对不对啊？嗯、呃。 像姆巴比，他讲我,我赚这么多钱，可是我不开心；小杨哥，我赚这么多钱我不开心。呃，马云啊、呃，这些就是干话了哦，讲干话啊、呃。当然他们会不开心，但是你这样子讲，听在贫穷人的耳朵，我们贫穷也不开心啊。哦、呃，是很刺耳的哦、呃。所以你听在贫穷人的耳朵，你讲你有钱人这样送来马拉，是为了让孩子体验贫穷的生活，这个就是干话中的干话嘛。所以引起轩然的大波哦、呃。像马拉随便一年。 都两百万一年呐、啊，两百呃两百亿的这个拨款啊、哦，你想一下七亿是什么钱？而且马拉就是 z a h 的机构哦，呃 z a h 呃他也委任了自己了嘛哦，做啊、呃、好像是 a s t r a a 哦，前乌统的呃现在的总秘书，之前的青年团团长去做这个马拉的主席啊、哦，所以七亿听起来很大，其实是很小的利益，而时间拖了这么长。 哦，真正掌握最大利益、掌握最多资源、掌握最多官位的，他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随时都可以开出更好的 offer。所以对于我来讲，哦，你说已经成功，这个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思想。喜来登政变为什么可以成功？沙巴政变，哦，推翻沙菲阿布达的那一场政变，哦，穆萨阿曼的、哦、推行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直接拉大队到元首。 呃的宫殿官邸来展示自己有足够的人数，这些人是没有的，好在收买了，因为你的名字已经在被公开了。这也是为什么穆沙阿曼在沙巴元首一直不要见他的时候，他会直接召开一个记者会，叫大家都站出来。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子做，你们随时会再出卖我。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了利益，你也可以为了利益来出卖我。 所以本身拖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已经预示，在我来讲，你换政府的行为已经不能够啊、呃、成真了哦，已经不能够实行了。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哦，不给肝当的国会议员，大家还记得吗？不给肝当其实是第五位哦，从土团表达自己支持安华的这个国会议员，他不是一开始哦，是前面四位已经去支持安华了，然后他被问到有人讲他也要跳，他开头还。 呃，爱买爱买，否认哦，最后他呃支持。那现在这位不计甘当的国会议员阿布胡辛，in, 在现在这个所谓的迪拜行动和迪拜行动的后续在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却出来逆风哦，他逆风就是跟完全反方向的跟大家讲，还有八个土团的国会议员哦，八个啊，还有八个土团的国会议员会在明年啊。呃 下个月不是明年，下个月二月尾国会再次召开的时候，转而去支持首相安华，哦，意味着有十四位土团的国会议员啊，一半的土团国会议员会离开。好、哦，当然阿布胡先讲的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不知道啊、哦，我们不是阿布胡先，但是问题是现在阿布胡先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为什么要跳出来去效忠安华的政府？哦，甚至还。 讲啊，不止效忠安华的政府，还为这个安华政府来摇旗呐喊，说会有更多人跳槽过来来支持他。他不止帮他摇旗，还帮他加强天网来稳固他的政府。从这里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至少阿布胡森这一位已经跳槽、已经支持去安华那边的人，他是没有收到这个政府要倒台的消息。好，从他这里他得到的消息反而是。 更多人会抛弃土团去传达过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清楚知道其呃这个只是炒作起来的课题了哦，呃，所以政府千万不要去迎合，千万不要去自乱阵脚，这是我一直所说的。呃，联合政府其实是稳固的，你只要照顾好东马就可以了，巫同要走都不用紧，你不用一直去呃竞争保守。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迪拜的行动炒作起来，安华政府会觉得我动摇了，所以我要更为保守。 哦，我要更为保守去拉拢，要去迎合你们这些族群宗教的斗争，那样子我的政府还会稳固。可是你越这样子做，其实是越来越让自己跟反对党的差别减少，而你。 跟他同类化、同质化了之后，你会丧失自己的道德制高点，你会丧失人民投票给你的呃理由啊！你都跟国盟一样了，国盟没有做的东西你帮他做了，国盟做不好的、保守化不够的，你还会帮他做，还会去纠正他。那我为什么还要怕国盟？我为什么还要支持你？你跟他都是一样的，就像你刚当你。 跟乌桐一模一样的，我们之前是反乌桐的霸权，反乌桐的腐败，反乌桐的种族主义。现在你不敢反乌桐了，你跟乌桐站在同一阵线了。那之前反乌桐霸权的人肯定就不会再投票给你了，或者是啊，他也不会投对方，他就不要出来投票了。哦，所以这个是最现实的情况，所以最令人担心。我不担心政府会换，哦，因为安华始终还是掌握主动权。事情拖的越久，就表示安华联合政府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哦，啊、呃。 可是我更担心的是，这整整个对联合政府的影响，一直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做的还不够，没有看到他们可以扭转的情况啊，所以一直炒作，政府也迎合这样子的呃行为，像捷控啊呃,呃政府的网军，他的副总监自己就出来讲，哦，确实有这个岛政府的行为，我们要加大力度在一点跳出来讲，那你看乌桐就会。 更为的去进逐保守，然后会用这个来理据哦。我们为了要稳固政府，为了要让这些人不要跳槽，所以我们只能迎合他们的这个路线哦。那这样子才是更为糟糕的情况，所以我并不担心政府倒台在我来看，政府是稳固的，安华是占有优势的啊、哦。但呃，真正令人揪心的是这一点了。当然，有人会讲洪律师啊啊，不计干当的这位国会议员阿布胡先。啊 会不会是故意做一个陷阱给安华跳？这一个我也是有看到有人讲的，就是故意制造舆论说安华你收这个青蛙，所以你乌统有青蛙，你嗯西盟有青蛙，公正党有青蛙哦。 GPS S,、IRS 做青蛙去跳去支持国门是不违宪的，是合法的，是没有错的。有没有这样子的理据？这种想法是完全不合逻辑的。为什么？我刚才特地给大家知道，不吉干当是第五位从土团跳槽出来，他不是一开始就跳槽的。所以不吉干当即便他要做一个陷阱给安华跳，这个陷阱也不是一开始他先开始的，是别人开始的哦。而且他已经是第五位跳了，为什么还要八位？ 这个陷阱才能够成立。这个陷阱已经成立了嘛？首相安华已经接受这些人的跳了哦，然后还马上给了他们选区拨款。只要你支持我，就有选区拨款。所以反跳槽法是废的这个东西，我们两年前一直在讲的东西，现在已经成真了。 哦，已经成为事实了，这个是既定事实，不需要这个已经跳槽的人再来演戏，再来挖一个坑给安华跳，或者是给联合政府跳。联合政府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我之前一直说不应该接受这些国会议员。你看你现在就是开了门给他们去合法、合理、合情的去拉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脚的事情了。阿布胡辛他。 在我看来，他并不是所谓的无间道，或者是挖一个坑了哦。呃、很明显就是他第一，他没有收到通知，或者是他已经被排除在外。刚才我已经说了嘛，两个名单，第二个名单一百二十八人，就是把阿布胡辛这些已经支持西蒙的国会议员给排除在外的哈。好，所以这一点是大家必须要明白的了。哦，那嗯，其实除了刚才我讲的这些名单之外，哦，还有信誓旦旦传出的消息是什么？是嗯。 安华因为安华有去见哈迪阿旺，大家还记得吗？还没有出院哦，应该明天哈迪阿旺会出院。他在呃心脏中心治疗，国家心脏中心 IJN 治疗他的心脏。安华有去看他哦，所以就有谣传安华是去跟呃 Pass 跟回教党来谈，然后安华愿意抛弃行动党跟他们合作哦，这一点。 呃，也是属于天方夜谭的情况了哦。呃，安华去看哈迪阿旺，其实花费很少的时间，而且他也不是专程去看哈迪阿旺哦。这一点大家要知道，他去 IGN 探望了两个人，然后有传出照片的反而是第二位哦。呃哈迪阿旺那边本身没有传出来，可是他的文告，他的文稿有发出来哦。所以，他不是专程去见哈迪阿旺去谈这个政治的事情，会谈的时间也很少。而且，这一个倒阁行动、倒政府行动哦。 开头呃在迪拜行动，他们讲要给沙老月做首相嘛？哦，刚才分析了，沙老月做首相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虽然他们要开出更好的条件给呃沙老月来，门们都他来跳槽。可是对于他来讲，我做首相本身。 是好是坏还是很难说的事情，而且，呃，可能会带给我更大的冲击，所以他们也不愿意。那现在最新的名单其实是有三个首相人选哦，希沙穆丁、穆尤丁，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刚刚中选为国会议员的 Dr 多德森哦，呃，这三位。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三位来看呐、啊，你去找哈迪阿旺来谈。 都是 l o s e focus 的事情。哈迪阿旺进医院已经进了几天的时间了，所以就算真的有迪拜行动，也不是哈迪阿旺所策划的。所以，当有人问到哈迪阿旺，的时候，哈迪阿旺跟你讲啊，我、哦、没有迪拜行动，可是我们呃是有权利来换政府的哦。所以哈迪阿旺在整个迪拜行动根本就不是属于核心的情况哦，啊、呃，所以你说他要去找哈迪阿旺来组成联合政府啊？呃 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属于天方夜谭的事情了。当然，联合政府呃，把回教党这些拉进来，也是安华一直的选项哦。安华自己都有讲，我们要拉拢回教党进来，还记得吗？哦，行动党当时说我们不知道安华有去拉拢回教党，这件事情也不了了之了。哦，为什么不敢继续追究下去？因为行动党也没有办法嘛，所以他们只能含泪的接受。行动党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态势，不管是什么事情哦。 我都是没有底线的，我都会含泪接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当政治上你没有底线，这个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意味着你什么都可以出卖，那你什么都可以出卖，你是为了什么而参政？你的初心、你的原则已经没有了，你就是为了官位、为了利益而参政哦。所以这个是最难看的情况，但这个是确实发生的情况。但是回教党不要啊，我支持你，你又不可能跟踢掉行动党。老实讲，现在安华踢掉行动党，就等于是把自己。 给斩掉自己的脚了，所以安华，我们第二个讲题讲哦，他不是要靠害陆造福，你有去看安华的讲，他其实是要帮行动党加分，要啊、呃，他认为这是一个加分的行为，所以他要帮行动党加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一个扣分的行为，哦，所以呃，其实是行动党呃是回教党不要，是国盟不要，我、哦、我们在上升者，我们拿到这个选票，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你的小弟，还要跟行动党合作，好、哦，所以这个是整个。 政局的情况哦，而且大家思考一下啊，呃，联合政府我为什么说把土团拉进来，把回教党拉进来，其实是看他们要不要而已的情况。你想一下，如果阿布胡森这位不给敢当国会议员讲的东西是对的，二月还有八位国会议员要跳槽过来安华这一边啊、哦，一半的土团都已经在这边了啊、哦，都已经支持你联合政府了，那还有意义吗？其实行。 穆尤丁不要坚持哦，我我不要跟扎希在一起，我不要跟阿华在一起。现在他要加入联合政府，其实时时刻刻的事情，而这个就是我们最反对的。我不是讨厌穆尤丁，我不是讨厌土团，我是我们必须坚定的认为，国家必须要有反对党。这些政治人物是不可以排排坐吃独果，不管是国盟做政府，西盟做政府，我们都要有反对党，还是乌统做政府。所以为什么？ 一九七二年，国政 m a l a y i n 成立的时候，当时行动党坚持立场、坚持原则，没有向民政党加入到国政里面。我们赞成行动党，我们称赞行动党，因为他不为权位、不为利益所诱惑而要加入进去。哦，呃，了自己，然后让国家没有人去监督，变成一言堂的情况。政治人物都是你顾我，我顾你，这个是最糟糕的情况。所以现在。 我们不应该希望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啊，就跟一九七二年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啊！一九七二年让国政续命了五十年哦、啊，到一二零一八年才啊才改朝换代哦，五、啊、十多年，接近六十年的时间啊！现在如果大家这样子排排坐一家亲，即便啊这安华还可以做文首相，那下一届谁做首相？对不对？哦、啊，所以。 绝对不能认同去张开双手欢迎这些啊、呃、跳槽青蛙的行为，哦是不正确的啊、哦，我们必须要有反对党啊、哦呃。扯了很多，讲了很远啊、呃，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讲到这里吧。有什么后续的分享再分享给大家了啊，我没有搞、啊。 tell.